这是小凤种的草莓，已经结了。今天的天气啊，非常的阳光，也突然之间冷了很多。哎呀，在家没什么理事干，只能够帮小凤打理一下她的这个花花草草，施点肥。那是玫瑰花，能放太近啊，放太近会烧到了，多添几个。这颗呢就是番茄，哇，这个番茄已经结很多了。这个草比较高，这番茄已经结了，这是用来看的这种。这个不能放多啊，放多会死掉了。哇，这些草很高啊！哎，不能出去了，这段时间呢，在家里就是心烦了，工作又做不了，就是陪这些花花草草过日子。哎，妈的，竟然把我的肥料搞砸了！哎，心烦了。哇，这草莓结很大了哦！这个辣椒呢，已经成了，已经结了，挺漂亮哦。今天呢，来表妹这里呢，小潘这里呢，就是有好事连连啊，告诉大家。精彩节目，好事连连，你知道是啥吗？是不知道的话呢，等一下我就告诉你，好吧？好事连连就是想见到我跟光哥跟表妹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，关键是见到心上人，见到心目中的那一位，那才是最棒的。好，谢谢。本人认得嘞哇，呀，加个冇使加几量个咧，系嘛？你幽默咩得嘞个？哎，冇使要咁靓个。咪咯。哎，咪频个，分频冇紧要嘅咧，就怕分离。冇紧要。系嘛？分频嗰个咪好事啊！啊，分频是好事，对吧？最怕是分离，这个离子呢是不能分的，啊，这个可以分一个一个一边，一个一边的无所谓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光哥。哎呀，大家好，这是我们的大姐姐，姐姐，
后面呢，这个就是小潘表妹。哎呀，今天呢，很荣幸呢，来到这边了。小潘表妹啊，在你心目中，什么样的男人才是最棒的？男人都是最棒的。好的男人都是棒的。没有，就是说我们的小潘的心目当中呢，要找什么样的男人，才是最理想的？比如说那些富二代啊，比如说对你是真心的那种啊，善良的，哦，有上进心的。有才华的，高度就无所谓是吗？有爱心的啊，就是像光，像光哥这样高的可以吗？一米六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我这么低也可以啊。最帅了，对，马云说了，人同钱成反比，所以光哥是最棒的耶。没有，我主要呢就是说问一下我们表妹，就是小潘。看一下他心目中要什么样的男人，什么样的人做男朋友比较合适。然后呢，我们视频当中呢有谁，对我们的小潘表妹有什么看法的话呢，欢迎给光哥留言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表妹也有自己的号的不，你们就在视频里面留言，我们表妹呢，小潘呢就在下边和大家一起互动。互动。到时候因为小潘呢是。然后你可以问光哥就可以了呀，你。搜索一下校服潘姐就可以了。对，那个小潘呢，您现在主要的是做什么样的行业？告诉大家。做校服啊，就是我们主要做校服。校服就我们家自己开的校服嘛。啊。对啊，自己工厂的。自己做的。运动服也可以，对，运动服跟校服我们都做的。一般都是销往哪个位置？国外也有，国内也有。那如果谈男朋友呢？没有，他不会做校服的，你会不会教他做？会，你有教呀，我要做男朋友不高的呢，有上进心、有才华就可以啊，又有感恩的心呀。你要求并不高，嗯，就是有感恩的心，记得吧，不能做坏事，不能抽烟是吧？嗯，不抽烟，不喝酒可以吗？喝酒应酬一下时候肯定要喝的，可以没问题。这个光头的绝对是不行的，是吧？可以，刚刚肯定可以的，刚刚第一位。我告诉你，我表妹呢，就是小潘呢，好开朗的，一个开朗大方的姑娘。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先谈到这里。要知各方面的更详细的，就留言给我们。OK。哦，这里是吧？你看这里起泡，这里起泡泡，然后呢就脱皮，啊，是。首先它是起那个泡泡。那个泡泡水一脱了，然后就脱皮。这小孩啊，这个手游那个泡泡，然后就容易痒，出点水就很痒。今天呢，来这个药店买一样好产品，买一条柿子回去，顺便呢这里脱皮了，也要买点东西来查一下。哎，那西芹啊，西芹。我要西芹。哎，西欧牛啊，阿种啊，没有啊，就很痒，今天买这种药膏不知道行不行。辣椒呢？来。辣椒藏进在哪里呀、啊？辣椒在。你说你的手脱皮吗？不脱皮，你看。痛吗？哦，脱哪一边去？痛不痛，弟弟？痛。哎呀，这个不知道会不会传染。痛，啊，那好痒，好痒啊！是不是我这个手脱皮了，然后就传染给他？好痒啊！哪里痒？俺那红了，还痒。人家说痒，你要说痒。爸爸，你的手出痒了。好痒啊！爸爸，你的手拉皮了。我这个脚呢也有点脱皮，所以呢搞到小孩的脚也是有点脱皮，但一晚上就不痒了啊。辣椒吗？骗我的吧？哪有辣椒？报告。辣椒。两袋一汤，小朋友说不好听，一袋一汤。
啊，不用急。这边还一盆，来的倒一半过去。啊。把这一盆，把这一盆倒过去先，把这一盆倒过去，倒一半过去。不要倒完的话，留点扣扣啊。哎，吃到点了。哇，你看今天小凤煮这么多菜，剩这么多。我都还没有吃饱呢，光哥。剩两盘菜，还剩一个汤。我还没有吃饱呢，光哥，什么剩？来，大家说煮的少，你看剩两三盘菜。这太凉了。留到明天吃了，这里了。踢球。这个留到明天吃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吃不完这个打，放冰箱里面冻着先，留到明天或者留到晚上再煮。